秋天是吃烤肉的好季节，肉品放在炭火上烤得吱吱作响，顿时赶走秋天的寒意。烤肉最重要的就是肉的品质。炭烤乐园介绍，他们提供给客人的是上等的安格斯牛肉。餐厅采用开放式精肉屋的风格，让客人能够清楚地看见非冷冻的熟成肉。언제든지찾아오셔서직접고기를어떻게관리하고있는지또고기가어떻게숙성돼가고있는지그리고어떻게손님상까지가고있는지를除了在餐桌上现烤，厨师也可以将肉先预先烤好，再端到客人桌上，不仅方便，肉的口感也会更好。초벌구이섹션에서미리또초벌을해서드리면손님들이테이블에서드실때기름이튀지않고또더육질이살아있는고기를맛보실수있습니다烤牛肉石锅拌饭、海鲜火锅、超大的牛排汤，以及19英寸的超长烤鳗鱼寿司和牛肉寿司，都是炭烤乐园的特色餐点。除此之外，炭烤乐园一周7天，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半之间提供特价午餐。시간이다른데보다좀길게런치스페셜을하고있고요주말에도오셔서언제나좋은가격으로식사를즐기실수있으십니다